超级月亮露脸大13%。有没有留意到昨天的月亮是又圆又大？昨天是月球今年最接近地球的满月时刻，仅距离约356,900多公里，看起来比平时大了约13%。世界各地的天文迷无不摩拳擦掌，架着大炮相机镜头和天文望远镜，等待着让人感动的这一刻。昨天月亮最圆的时刻是台湾时间接近中午时，到晚上仍可拍到巨大的圆月。北市天文馆指出，即便是今年最大满月，月亮大小和对潮汐的影响也都在正常范围内。昨天没有看到超级月亮的读者们，就来看看回味一下昨天全球各地美丽的月容吧。 We're after the same rainbows and waiting round the bend, my huckleberry friendYou 新闻，月亮跟女人一样万种风情啊，报道。